事业赵成书。Hello， 绿灯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修杰，我在天堂文校里面饰演是孙友祥。那赵成书跟孙友祥是一对夫妻，我们两个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。那但是赵成书这边呢，孙太太还是想要再帮孙家生一个儿子，所以她很努力的想要有一个宝宝。可是在这个同时，她又突然间确诊了脑癌这件事情，所以她虽然同时怀孕了，但是同时也得到脑癌这件事情，令孙太太非常非常的烦恼，也很痛苦啊。所以在戏剧的一开始，孙太太选择了隐瞒。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发生？怎么样事情？戏剧会怎么走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跟这部戏。天堂微笑其实是在讲述一个关于生命的互动，一些亲情跟爱情跟友情，很多情感交织的一个戏剧。那很开心，然后希望可以快点见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天堂微笑，谢谢。